今天到上面这片竹林来挖笋，这片竹林每年都会来，这片竹林特别会长笋，几棵竹子漂亮吗？全部都是大年竹子。这个竹林下面一定有笋，这有个包包，这个下面应该是一个裂缝笋，就在这里，是不是一根？长根了，这么小的。这个竹子下面还有一根笋在这里。看这个裂缝这么大。又一根了。这里有，你看到这里有个是不是？这里还真有一个。小胖，你太厉害了，是不是真有一个哈？来，拿来。哦，这里有一根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里还有个两根。这个下面是一根树，它这里裂开了。这个新锄头要轻一点，不一碰这个笋就挖伤了。这根笋还不错，帮爸爸拿到那个袋子里去。起来 ！No， 有，你看，不是吗？这不是吗？还挺大哦。这么大。拿到袋子里去，跟爸爸拿过去。这个青边笋两边了，你看，这个下面有一根笋。宝贝，太小了，有人不想要。这根笋漂亮，六两，一点根都没长啊。这里有一个是吧？跟爸爸捡起来哈，放在那一堆哈。
拿过去，拿过去，弟弟，来，在这里拿过去，拿到那边一起去，拿过去。还挺肥的这个，拿过去弟弟。没有，弟弟。哇，拿过去，给妈妈拿过去。好，方案哪办？方案哪办？把它过去好吗？把念念拿过去，能干。今天在这边小土地里面挖了也有两三个小时，看见今天的收获，今天的笋都是很小的，但是这种笋都没什么，都特别的好，十来斤还是有，在这片小土地里能挖这么多笋很不错。弟弟，我们早点回家好吗？可以吗？来帮忙捡好吗？乖，回家了，拜拜，拜拜。你会不会说拜拜？拜拜，拜拜。就这样吧，好，我们走了，拜拜哈。